漂浮笔正确玩法，勺子一定要选用陶瓷的哈。将勺子用纸巾擦干水，画出自己很喜欢的图案，想画什么图案呢都可以，一定要给图案涂满颜色。注意，画好的图案先迅速的下水里再拿出来，第二次再慢慢放水里就能完整漂浮啦。拿一张纸片把水里的图案捞起来，再贴在我们的手上就可以啦。赶紧玩起来吧。